行过全世界，专业旅游上用心，一百年旅行社带你世界拍拍照，享受自然奇境，欣赏建筑艺术，看见精彩世界，探索历史年轮。一百年旅行社，中价位高品质，刚好你真亲切的服务。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叫叶库茨克的地方志博物馆。其实这里面所展示的东西，在展示叶库茨克的开发的过程。然后我们看到上面，上面这边有很多人的名字，这些人的名字就是对地方都非常有贡献的。这个人生前后是比较重要的。都是这样的，他们冬天穿的衣服都是那个鹿皮做的，夏天也有这样的鹿皮的，也有那个皮鞋，然后的，是应该是做买卖的时候还是有的。这里面展示很多那些原住民的服装，还有他们原住民的生活。那个放鹿等等，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到现在也信萨满教的。苏联的时候，他们不是在城市住，他们就在森林住，在这些很遥远的地方住，所以他们没有这样的很深的苏联的影响，所以他们保存下来了。自己的这些习俗文化等等，到现在这些鄂温克人也说鄂温克语，自己的语言他们也有，他们也信那个萨满教，他们会把在圣母那个崇拜的地方会把钱或者什么放在这个崇拜的地方。我们看到很多钱，我们可以拿这些钱，这个在去保利空岛的时候讲很清楚，这样是跟那个佛教会的，对，因为我们这里的河流都有很多水口，为了不破坏这些船，它的做的办法应该是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对，因为是那个淡水，然后是有很多水口，所以建的办法是这样的。16世纪的时候，因为库茨克的城门建造的样子，还有当时一些还有雕，一些雕。是啊，这个是白宫，原来是东西伯利亚总督府，现在改为叶库茨克大学的图书馆。亚历山大三世的纪念像，他下面建筑西伯利亚大铁路。这个是对西伯利亚大铁路最有贡献的。亚历山大三世，那里下面就是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俄罗斯沙漠。苏维尼亚，不借借，我怎么？不行，这一段。你把你们弄的。你要么不是。我们现在在吃午餐。叶库茨克的象征哈。巴拉巴加的指标，现在是在130商务区。130商业区呢是沐浴都根的地方，现在充满餐厅、摩伊古店，还有一般的旅馆。在叶库茨克这个地方有小巴黎之称，我们看到每栋建筑物都很漂亮。然后这些建筑物都有的都是16世纪留下来的，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像不像巴黎？我觉得比巴黎更漂亮哦。这个街道，所以这边才有西伯利亚的小巴黎之称。我们看到这些建筑物都是有的是民宿，有的都是咖啡店，里面的气氛都是非常棒的。好，来到叶库茨克，我们也去看了博物馆。其实博物馆里面就是在谈那个雅克夫人哈，还有哥萨克人哈，所以在谈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地形、他们的动植物种类。所以来到这里博物馆也必须要看，还有街道，你看这么漂亮。这个就是叶库茨克，就是西伯利亚的
小巴黎。所以他们有时候受不了，有的人死了。是这样的，从1836年到1846年，这些十二月当时已经不可啊、已经可以不做这个很难的工作，但是他们也不可以住在城内，在这儿他们怎么办？没有钱，要自己住，靠自己的力气住，所以他们开始就是做农业的工作。从1846年到1856年。后面是十二月当时的房子，那个包括自己家庭的，我们马上过去了。在这个博物馆，我们有45分钟的时间，所以可以慢慢走，可以停窝，也可以自己拍照，看这些那个十二月当时的房子，洗手间也有。来自十二月党人瓦尔姆斯基的家故居博物馆，现在称为十二月党人博物馆。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十二党人博物馆。十二党人博物馆是放逐西伯利亚，为了要提升伊尔库茨克百姓的文化的提升，跟他们的艺术修养，在这里伊尔库茨克表彰这里的为他们的付出，保存了当地居民的住宅作为伊尔库茨克的纪念。所以成为一个十二月党人博物馆。伊尔库茨克的欧洲之家曾经是伊尔库茨克一个上流房子。你看到我们这些真的是非常漂亮哈，这是西伯利亚最独特的风格。西伯利亚的城市伊尔库茨克是一个非常美的城市。我常常讲，来到伊尔库茨克，看到这些建筑物，我就一直在想，这里以前的人一定是非常有钱哦，所以这边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的地方。这个是欧洲之家里面的城市友好广场，里面全世界都是伊尔库茨克的姊妹市。关于那个伊尔库茨克的特色，这些木头房子比较多，所以这些木头有什么特色？看你们的后边就能看到这样的装饰。对对对，特别装饰，最有名的装饰是窗户的装饰。在罗斯看到这样的装饰，就能看出来这个是伊尔库茨克的风格。比如说哪个房子就是伊尔库茨克的风格的，然后有这种。我们到那儿过去，这个是俄罗斯北方的，这个是东方，俄罗斯东方有改变的装饰是这样的，但是最标准的俄罗斯的装饰是斯拉夫装饰，它还有斯拉夫人的装饰。俄罗斯祭拜王，中心是太阳，这个是太阳的意思。左边那这个是日出，看到了吗？就是那个太阳的一半。这个是日出，然后太阳在上面，这个是日落，右边的是日落，然后这些那个太阳下面是云，这些那个云，然后这个漂亮的装饰，这个是下雨的意思，这个水点的意思，水点往下走，然后是有这些两个四角，这个是天地的意思，天地两个天地中心有这样的种子，这个种子如果有太阳下雨，是不是会那个发芽成长？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很好的意思。然后请你们看注意这个太阳，它那个日出，然后太阳在上面日落了以后，这样走下边也能看到这样的太阳。所以这个是斯拉夫人能看出来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太阳一直那个动，然后有那个下雨，有这样的天地，就好，是这样的意思。